席。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礼程，请各位起立，恭送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女士，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和夫人陪同。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已经圆满结束，谢谢各位嘉宾。